人小月，过来帮我这个拿一下。来了，要不要再多拿一点？反正里面还有很多老乡。这个多重一点，那个多重一点，你拿那么多精力去重啊？还有很多人都说想要买我们的勋章呢。那这帮也带去吧，只要你不觉得累，我都会送的。 一会儿过去的嘛，走慢一点。现在栀子花都开了哎，好久没有了。我也想摘一点，这个炒起来很好吃的。这个有什么好吃的？那你把刀给我吧，我先去做生姜了。 还舍得回来？我摘了好多，啊，我差点把我香晕了。还好篮子带的小，不然整个山头的花都给你摘完了。那不会，今天就够了。回去我给你做我的拿手菜。赶紧种吧，我去那边种吧。 Thank you.
这就是你的拿手好菜。是不是也不可以？还行吧，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吃。跟你以前吃的味道肯定不一样。怎么了？好吃吗？你烧的怎么可能不好吃啊？赶紧吃吧。